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红烧的猪尾巴。今天猪尾巴才8块钱买的，买了一根。木瓜丝。好脆，今天这个猪尾买的这个尾巴比较短，它上面肉比较多一些。好吃。我肉一点都不肥。我吃猪尾巴就喜欢吃这个圈圈这里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韭黄炒鸡蛋，然后坛子肉，清蒸了一个鲈鱼。本来想红烧的，但是我想着这个鱼还是清蒸一点应该好吃。
看这肉，这个小朋友吃特别好，因为他鱼吃鱼很嫩，而且吃又不多。加不起来了，加点小块就是汤汁，这个辣椒都特别下饭。